32周早产儿能活吗？吴玉丽，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新生儿科。早产的话，咱们国内目前执行的围产期的标准呢，是孕28周到生后7天就属于围产期，所以在生后28周，只要她孕满28周，咱们是常规进行救治的。随着咱们医疗技术的不断提高和这些年的发展的话，早产这块的诊疗水平已经是有了显著的提高。28周以后它的存活率就是非常高了，像32周没有问题，只要它没有严重的先天性的疾病的话，活下来是不成问题的，所以没有必要过度担心。像国内现在最小的抢救的体重已经到500克都可以救得过来，所以没有必要过度紧张。专家提示一，早产国内执行的围产期的标准是孕28周到出生后7天，所以只要孕满28周都要进行救治。二，28周以后存活率非常高，32周的早产儿如果没有严重的先天性疾病可以活下来。